你俩搁这干啥呢？生闷气呢？咋的了你俩呀？啊，快告诉妈妈咋的了？怎的了？说呀！那不敢说啊。我问亮亮，亮亮他俩咋的了？怎的了？大灰怎么的了？他咬了。大灰呀，我怎么听到爸爸回来呢？你去看。点点，你去把门关上，过来吧，没关严，再重关一下。哎，好孩子，过来，到垫上坐好来，都坐好。啊，哎呦，菲菲听话，对，宝贝坐好，坐，坐下。哎，好孩子，咱们发香肠，不给他吃啊，让他老欺负你了。家人们啊，香肠14.9一包，950克，60根，鸡肉味和牛肉味两种口味啊，宝宝都爱吃。他以后再欺负你们，咱们还不给他吃啊？咱就这么偷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吃吧，都吃了啊。